我们新北捷运局啊，会跟台北捷运局一起会同哈，来协助他们，就基本上在今天好开始动员做把防落桥装置修复哈，让它做暂时的支撑哦，不要因为未来还有地震受到影响，所以在短期就是我们的交通的部分，大概会配合去做维设，等到明天防落桥装置初步的做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先恢复地面的交通。长期我们会同台北捷运去检查所有钢梁，看起来钢梁的部分再进一步提出一些修复计划跟处理，这个可能需要再进一步再检讨。目前我们一定要确定安全检测以后，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做好交通运输。